输了就输了这样。但我觉得我虽然输了，我全力以赴站到最后啊，我没有畏缩啊，我也没有退下去啊。对，我爸蛮肯定我，觉得我蛮帅的。妈妈有没有说什么啊？她是蛮担心的啊，不过我就跟她说，叫她别担心那么多，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。那个我会提示她一下，怕她忘记。好。那是我该讲一下你的伤势吗？啊，皮肉伤而已，医生说一个礼拜应该就好了。看起来比较严重而已。那你眉毛是怎么样？缝了两针这样。缝了两针。对。会很痛吗？还好，身上卸出来就都没什么感觉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就一个念头，就是跟他拼了这样子。对。妈妈有没有说什么？她是蛮担心的啊，不过我就跟她说，叫她别担心那么多，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这样。对，我相信她最后也会接受的。因为她没有到现场去看，是。没有，他原本有说要不要去，我就说没关系，你不用，你在家等我就好，一样。我也不想让他看我上去，对，怕他难过啊。对。有吓到吗？你变这样。他铁定是有吓到，但我能做就是尽量跟他说，就是没什么问题啊。打个比赛合情合理啊。回台北还没有跟他见到面吗？还没。今天赶来这里。对。所以今天等一下回家要跟他解释一下吗？是，不用解释什么、啊，就全赛结束就这样啊，对吧？我相信他会理解啊。他有没有哭啊？ Who knows? I don't know. 没有通电话之类的。没有啊，我不能，我不会因为他哭或难过什么就不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啊。毕竟我做这件事情，为了自己的梦想，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，我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人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也不是作奸犯科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意思或不能做的、啊。对。那你现在是有跟韩生和解吗？和解吗？打完就是和解啊。他对啊，以后如果有二番战的话，那我会想去啊，对啊。那在那之前，我可能要先再多练一下。这次我准备差不多两三个礼拜的时间，这样，我觉得我未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对，不过这次经验的确是让我还蛮开心的。老实说，我一直都很想打一场就是男子汉的对决，对男子汉对决，认真全力以赴的那种对决，这样真的我开心到。说当下在想什么？说当下想什么吗？没有想什么，就是只想说撑久一点，看可不可以撑到秒数结束一样。脑中一片空白的感觉。对，就直接哦，完蛋了。你有看后来有看你昨天的那个影像吗？有，我只能说第一回合我真的很可惜，差一点就可以。第一回合真的是有机会这样，但输了就输了这样。我觉得我虽然输了，但。我是真的是，对，我全力以赴站到最后啊，我没有畏缩啊，我也没有退下去啊，对，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哦，算主输了怎样、哦，那我很欢迎你一起来擂台来试试看啊，对吧、啊？话讲那么多，拜托亲身来体验一下嘛。大家平常都说我很爱讲干话，那我讲的话我真的会去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之后一定也会打更多比赛，然后我说到的事情，我们也会继续执行这样。网友对你评价蛮高的、欸啊，真的吗？所以我自己有感受到，其实这还蛮多人支持我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有让大家看到我认真的一面，这样对。暂时还没有去看网友的一些评论，我看一点点啊，好好坏都有嘛，是正常、啊、，OK 啊。所以除了缝两针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处理吗？没有啊，就是缝两针。对，其他就等他自己好这样。Yeah. 我会冰一下，我会冰一下。冰一下了。对，因为我那个医院去完，我就去那个庆功宴了。Oh. 就没管那么多这样。对，辛苦的结束就要开始开心一下，就这样子。那脚头 T 恤有想要换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这件衣服刚好就拿起来穿了一下。对。那你有跟爸爸联络吗？有啊，我跟我爸联络一下。爸说你不论输赢，就是他有点肯定你。对，我爸蛮肯定我，觉得我蛮帅的。哦，大赞你的表现。对啊，算是有，而且我真的算蛮帅的一样。帅。谢谢。